好，我们今天第一次碰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你们对这一把钥匙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？好，来看一下。头优卡，好可爱，有一个感觉好像是静香，又像是感觉是小叮当系列的一个人物。对，就是一个娃娃头，然后上头有三把钥匙，是谁的？然后是。